今仔日咱要读的圣经是《约翰一书》第二章，第18节到27节。小主啊，今仔日是弥罗时，恁捌听过讲迄个敌基督要来？现在已经有真侪敌基督要出来，从此咱就知影如今是弥罗时咯。因对咱中间出去，却毋是属于咱的，那是属于咱的。特别有缘甲咱同在，因出去，显明拢毋是属于咱的。恁对遐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影这一切的代志，我写批予恁，毋是因为恁毋知真理，只是因为恁知，并且知影无希望是对真理出来。像是讲白贼的，毋是迄个无认耶稣为基督、耶稣为基督的人吗？毋认爸甲囝，这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囝的，就无父；认囝的，连爸也有咯。论到恁，有了将迄个对起初所听见的，常常藏伫个心内。那将迄个起初所听见的藏伫心内，恁就必住伫个囝内面，也必定住伫个爸内面。主所应许，咱的就是应生。我将这个话写批予恁，是指遐个引诱恁的人讲的。恁对主所属的恩膏，常存在恁的心内，并不用人教示恁，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示恁。这恩膏是真的，毋是假。恁来按这恩膏的教训、的教示，带伫个主内面。下面咱来请一个蔡牧师来敬道，敬道的题目是《防范敌基督》。感谢大家平安。敌基督这三字吼，在咱基督信仰内面是足特别的一个存在。这种特别甚至连这个好莱坞这种嘛用这敌基督来正做拍电影的一个题材。那是讲有注意到这个敌基督这个议题的时阵吼，咱会用发现。在基督教历史的无同款的年代，拢会有一挂人讲某咪人就是敌基督，也即就是讲某一个组织就是敌基督。从早起时，予人认做是敌基督，也是即个罗马帝国的尼禄皇帝，后壁就是咪多米先皇帝，伊拢讲这是敌基督。到了近代吼，有啥物人，予人讲迄是敌基督呢？有法国的拿破仑，嘛有纳粹的希特勒，嘛有迄个意大利的墨索里尼，佫来苏联的斯大林，佫来赫鲁雪夫，佫有戈巴契夫，遮个人拢予人打着一个标签，叫做敌基督。另外呢？在1993年，这个欧洲联盟成立的时阵，也有人讲伊是敌基督，因为呢，伊这个组成，伊这个结合，甲伫启示录内面迄个巴比伦的部落的联盟的意象真近，所以人嘛讲欧盟是敌基督。有一个圣经学者吼，伊讲到家己的一个经历吼，经历，伊讲伫波斯湾战争的迄段时间吼，伊伫即个基督教的册房看到一本新册，伊是伫讲哪会呢？伊伫讲伊拉克的即个胡塞恩伊是敌基督，总是同一迄个时间，同一个册局。伊阁献着另外一本册，伊讲苏联的领袖戈巴契夫是敌基督。
啊，所以伫遮我要讲啦吼，就是讲啊，一个基督徒啊，对伫这敌基督啊，真啊安尼无啥啥吼，会用讲一句话讲，看到乌影个安怎，个开枪啊，看到乌影个开枪啊，到底敌基督是虾米货？咱今仔日来思考这个问题吼。啊，大圣，咱先来看这个字吼。这个敌基督呢，啊，这个敌基督伊本身是一个复合字吼，就是 anti 甲 Christ 合作伙的一个字。啊，伫希腊文啊，这个 anti 这个字，伊若是单独存在的时阵，伊的意思是取而代之，替而代之。啊，若是这个字甲其他的字合作伙的时阵，伊有迄种敌对。对立的一个意思，啊，所以咱会用安尼讲吼，敌基督伊的本质的意义，就是伊对敌基督的一个描绘，的一个否认，就是伊无承认圣经所讲的迄个基督。啊，伫保罗啊写予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批内面。伊有一段对沉沦的囝的一个描写，这则的描写能帮助咱搁较清楚明白啊，敌基督的一个样貌。啊，伫遮咱来看啊，看这个经节，伊安尼讲，伊讲啊，无论是有灵的、有言语的、有冒我的名的批，讲主的日子现在到了，唔通轻易动心，唔通惊吓。因为迄个日子的大圣要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大罪人，就是沉沦的囝显露出来。伊是抵挡主的，哦，抵挡主 ，Antichrist， 啊，伊高抬家己，超过一切称作上帝的，甲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伫上帝的殿里，自称是神。啊，对遮咱能看到吼，敌基督这三字是遐抵挡上帝的人的一个广义、一个概念性的一个称呼，唔是讲特定哦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个组织。所以哪有人啊将敌基督限定伫哦启示录，或者是但以理书？的一个描写，硬要将这个某一个人、某一个组织，甲伊套上这个敌基督、敌基督的一个称号，这个失去了圣经对敌敌基督所赋予的迄个原来的意思。像是这个做法，嘛让感觉伤恶、伤武断，或者有一种穿凿附会。的一个意思哈，那这咱来看啊，约翰的批所讲的敌基督，约翰福音啊，约翰的批内面哈所讲的迄个敌基督，主要伊讲的是讲传迄个错误信息的教师，因为呢，伊这个教师伊反对使徒所传的基督，因否认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伊否认三位一体的上帝，因无承认耶稣是上帝的子，伊嘛否认耶稣的救赎。啊，兄弟，咱看吼，这种传错误信息的教师，正是迄个异端所做的事。啥会是异端吼？啥会是异端？异端就是讲专门指伫遐。背山圣经甲正统教会所教示之后的真理的人，换一句话讲，敌基督这三字，伊是一种大范围，啊一种概念性的一个称呼。啊，异端呢是属于敌基督内面的一部分，所以约翰一书伊所讲的。敌基督是指着
异端的敌基督。啊，接下来咱来看约翰一书啊所讲的敌基督哈。啊，伫遮咱来看今仔的经节十九节。啊，咱三甲做伙来读好无？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九节，咱做伙来读来，请。因对咱的中间出去，却毋是属咱。那是属咱的，就要同款搁来甲咱同在。因出去显明，拢毋是属咱的。那这即句讲对咱中间出去即句话，伫说明讲异端的敌基督有一个特点，迄、那个特点是哪货？对咱中间出来，对咱中间出去。啊，这特点就是哪货？遮个异端拢是对教会安怎出来？简单讲，异端的敌基督原底因拢是基督徒，拢是有读圣经的人，只是呢，因将因家己的一个理念、家己的欲望，加入去圣经的一个理解，啊，煞对道理有了偏差。啊，伫顶个月啊，一个主日吼，啊，八月十三号的时阵，迄天咱在做礼拜，啊，有一对韩国人的母仔囝来咱教会来拜访。啊，聚会煞，伊个摕一个 flyer 予我吼，啊，个邀请讲啊，咱教会的人愿意参加因个音乐会，啊，我个问讲啊，这音乐会个票偌济钱啊？吼，安怎等等，啊，伊讲免费拢免费，啊，伊个音乐会叫迄个 Christmas 啊 Cantata。啊，伫即个交谈个过程个当中吼，我个甲问讲啊，有啥物教派？在支持恁的时间，吼，恁能办这个音乐会，啊，伊就讲啊，浸信会。啊，刚开始吼，我无甚物感觉，啊，但是尾仔转去到厝，感觉心内面像个无啥平安吼，因为我看迄音乐会，迄个感觉有一点啊，亲像迄个法轮功啊，迄个神韵迄种啊音乐会吼。啊，个安尼，我个掠即几一挂 keyword， 啊，我伫啊网络顶面甲 Google， 啊，我知影哦，原来啊，即、這个 Christmas Cantata 即个音乐会吼、哦，是来自韩国的一个异端的教派，啊，因主要啊就是透过即个音乐会来诱遮少年人加入因的教会。现在咱伫遮爱真注意吼，咱唔通掠做对方讲哦，我是基督徒，咱就讲这唔是异端。实际上，大多数的异端拢讲家己是哪基督徒，因为伊原底是对咱中间安怎出去的，伊是对教会出来的人。那呢，咱过来进一步来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啥物原因，予遮个人惊错伊？有啥物原因，予因对教会离开？啊，一般来讲，异端的产生吼，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咱来看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啊，咱先到咱伫遮三甲做伙来读来请。有人用伊的理学甲虚空的妄言，无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甲世上的小学，就将恁掠去。兄弟，异端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人间的遗传甲世上的小学。啊，咱敢有人是伫基督教教的家庭大汉？咱也是有这个背景，当咱伫学校，啊，咱在读册，啊，特别读到迄个达尔文的演化论的时阵吼，啊，咱在读的时阵，咱心内面敢会感觉迄个挣扎，
啊，特别呢是伫考试的时阵，哇，伫甲你讲，你是要迄时阵，咱到底是要写课本的答案，或者是要写圣经所讲的答案？啊，伫迄个内面，迄、那个读册过程当中，咱敢有为着分数，啊，煞复印圣经的话？伫迄段读册时间，咱的信仰敢有予即个世界小学掠去？咱敢有伫迄个所在，伫迄个所在呢，受到摇动？啊，这咱有感受到。若是讲到迄段时间，咱有感受到。啊，再来，佮第二个原因，啊，咱来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三节。咱做伙来读来请，因为时候要到，人要亚先顺正的道理，要耳孔上，佮虽叹家己的情欲，增添济济师傅。兄弟，咱过来想吼，啊，咱敢有感觉讲，啊，信主的时间一久，啊，对伫圣经的真理。较感觉想要会生吼，敢会感觉有一种老古变不出新把戏的想法，敢会想讲，我想要听一寡较稀奇、较无同的道理，因为亲像牧师每一遍讲第一句话，我就知影第二句话要讲哪货，哎，会生啊咧，敢会讲一寡较无同的。啊，即伫即个所在，咱个感觉讲信主久了，迄个耳孔上，基本上来讲吼，即种异端的基督，伊的产生，就是即两节所讲的，照着人间的遗传，甲世上的小学，啊，甲试探家己的情欲，即两项。啊，简单来讲。异端伊拢有一个共同点，是哪会？就是以人本做认捌论的出发点。因认捌，因理解真理、上帝的话，拢是为着一个目的，要满足家己的需要。啊，伊的基础就是人本主义。进一步讲。异端的敌基督，伊是陷入家己的私欲、试探的人，并且咱每一个基督徒在追求信仰的过程当中，咱也有可能面对这种试探。啊，伫去年吼，啊，一个机构叫神学状况，State of Theology。啊，伊做一个调查吼，伊发现一个结果吼，伊讲美国福音派的异端，主要伊是受到自由派的影响，啊，中国的异端主要是受到基要主义甲迷信的影响。伫美国的异端呢，因为因受到高等教育。所以，因个无相信圣经啊字面的意义，因认为讲啊圣经吼是神话，不是神的话，这有差别吼。因这种啊美国异端是把圣经看作神话，唔是神的话，所以圣经对因来讲个无迄个官兵，无迄个 authority。啊，来中国。所产生的异端，拄啊颠倒头顶，因为因欠缺了神学的教育，因的迄个教育程度伤低，直到因过头相信圣经字面顶面的意义，因把这个唯独圣经吼，甲变作是哪？唯独圣经，咱的马丁路德讲，独独圣经，啊，伊甲变作啦，
迄、那个读吼，甲变作读，只读圣经，啊，只要读圣经，无爱读其他的册。啊，所以伫中国的异端，大部分拢流行伫庄卡所在。啊，譬如讲啊，中国啊有一个异端叫娘娘娘啊，二娘娘啊，姨娘的娘哈。啊，这异端呢？伊引用即个五块饼两尾鱼的神迹，啊来教导信徒，讲地球的人吼，因厝内面的米、的面粉食了拢袂减少，啊，伊用即种啊五块饼两尾鱼加伊利亚啊叫啊迄、那个善的寡妇为伊做饼即个神迹来教导信徒。啊，这种偏错的道理。啊，兄弟，伫遮吼，咱注意吼，啊，不管是叨位的异端，伊拢有共一个共同点，就是因会去改圣经，因会去改圣经，对伫圣经对一个所在无满意，伊就去改圣经，因为因拢想要一本合伫家己需要、合伫家己的逻辑的一本圣经。那呢，我嘛相信哈、哦，啊，咱有济济基督徒，唔是异端，但是咱在读圣经的时阵，可能圣经某一部分的内容，咱嘛感觉无满意，咱嘛感觉啊，有一点啊丢度，啊，好、哦，有个人认为讲。伊无满意的所在，就是啊，上帝创造天地；伊无满意的所在，就是啊，妻子爱顺服丈夫；伊无满意的所在，是十分之一的奉献等等。啊，伊甲异端无共的所在伫倒了？这种无满意的人，甲异端无共的所在伫倒了？因为因较无胆，因无去安怎，无去甲改圣经。所以伫这个所在，咱要摕一个物件出来思想吼，就是讲，当咱在读圣经，咱对伫圣经有无满意的所在，无法度接受的所在，咱怎样来处理这种心情？咱怎样来处理啊？咱的状况，咱来思想一个问题吼。今仔日咱所信的上帝，若是对伫咱人。拢唯命是从，伊那是拢照咱的意思来在讲话，那呢，这个上帝，敢真正是真正的上帝？我想吼，啊，这应该不是上帝，这叫做机器人，人家己做出来的啦，机器人。比如讲，你敢有拄过一个人吼，一个人？啊，对你完全是唯命是从，对你完全是合你心意来在讲话，来在做代志。我想哦，咱不管什么人，翁仔某斗阵啊，还是至亲的人斗阵，同一个老爸老母生，咱拢同款袂拄到这款的人，佮管算双生啊，嘛袂拄到有这款。那对咱拢是唯命是从，那是对咱拢是讲啊合咱心意的，做咱心意的，迄个唔是人，迄是哪？人所做出来机器人。所以伫这个所在，咱过来看吼，那是上帝拢是听咱的话，圣经内面的内容拢是好听的话。那呢？这本圣经，咱爱怀疑，怀疑伊敢会人家己编出来？伊应该爱怀疑，这个圣经唔是上帝的话。当这个圣经拢是讲咱满意的，拢是讲咱介意听，咱个爱怀疑讲这圣经唔是上帝的，是人家己编出来。读懂？真正的上帝
真正圣经是上帝话的时阵，当这个上帝伊会讲出予你感觉受冒犯的代志，当这个圣经的话讲出来的时阵，会予你感觉插耳的时阵，甚至予你感觉见笑，予你感觉有尴尬挣扎的时阵，咱等到爱知影。原来啊，这个圣经真正是哪一个又搁真又搁活的上帝写，而且伊毋是咱家己量身定做的上帝，嘛毋是咱家己幻想出来的一个神明，予咱伫迄个所在啊感觉足 comfortable。所以现在当咱看圣经，咱会感觉无满意，也是感觉长耳，也是感觉无法度接受的时阵，其实咱爱换另外一个角度来伫看吼，这是上帝，这才是上帝的话。啊，过来，咱过来看啊，基督甲末世的一个关系。啊，咱来看今仔的经节啊，十八章。啊，约翰一书二章十八节，咱做伙来读来请。小主啊，现今是末时了，现在已经有济的基督的出现，对即时咱就知影，如今是末时了。啊，这个经章在甲咱讲吼，的基督甲末时，就是主耶稣过来迄个世界末日的一个关系。伊这毋是在讲的基督一出现。啊，这个世界末日个随来，伊毋是在讲这个，伊是在甲咱讲，伫基督出现是世界末日要来的一个掉头。而且我用这个图形吼、来做一个解说。啊，咱看，这边这个图形吼、这边这个图形是耶稣降临进程的历史。在耶稣还未降临之前呢，咱人类是按照这个末世一直在走，一直在走。啊，耶稣降临了后呢，咱是沿着这个末世在走。啊，这有什么不同哦？咱注意一下，这有什么不同？啊，对时间的角度来讲，耶稣降世大圣这个。历史啊，人甲末世的一个距离，伊是逐天拢在变化，伊是逐天拢在变化，伊是对着时间啊哪来哪靠近这个末世。啊，当耶稣降临，哦，歹势啊，写唔对，唔是之前哦，是之后。啊，迄个第二个图形写唔对，红色的迄吼，啊是之后。当耶稣降临了后，咱人甲这个末世的一个距离是固定的，是固定的。咱是沿着这个末世的边缘在行，而且咱是随时拢有可能发生这个世界末日。啊，这段随时拢会发生的这个期间呢？啊，有一个特点，啊，有一个掉头，就是敌基督出现。所以，咱看敌基督，咱个了解，咱是沿着末世在行。啊，兄弟，伫遮吼，敌基督的预言吼，的预言，啊，毋是要将咱带入迄种恐怖电影，迄种大法师。诶，迄种足恐怖啊，甲咱惊诶，迄个情况吼，伫基督诶预言，伫基督诶出现，伊是要互咱想到即句话。咱看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啊，咱三工做伙来读来请。万面诶结局近了，所以恁爱警醒自守，警醒祈祷。这在这咱来想，为什么万米的结局今后咱个爱
警醒自守祈祷。因为呐，咱即马拢是甚物款的情形？咱拢沿着啦末世在行，咱毋是哪来哪只紧，咱是搁伫咱的边仔尔，咱伫安尼遐在行，咱在遐行。咱随时拢会临到世界末日，啊，总是伫遮讲警醒自守。伊要叫咱注意的是哪货？伊毋是叫咱注意讲，哦，世界末日来到的时阵，你阁爱紧去买哪货？啊，迄种 emergency food supply。啊，紧嘞，咱来去 Costco， 你可能嘛会看到吼。一桶白色的，像迄水桶，啊四角形的，啊伫遐在卖，像迄99块的款，啊有你冻一个月吼。啊嘛毋是讲，啊、哦、世界末日的来，你紧的吼，啊伫起一间大的涂骹，啊会使防迄个 radiation 的吼，辐射的，啊防地动的，防水灾，啊防灾的迄种地下的避难所。警醒自守毋是做遮个代志，啊，新约个学者吼，啊 ，Michael Gorman 啊，伊对待末世个态度，伊安尼甲咱提醒，伊讲，咱需要读即个启示录，啊，毋是甲伊看作是未来个剧本，是爱将伊看作是教会个剧本。伊讲个即个意思吼。我阁进一步解说，就是讲，启示录是伫讲末世的一本册，但是伊的重点对咱来讲，毋是末世，是教会。换一句话讲，咱现在每一个人，咱是沿着即个末世的边缘，咱伫行。咱的眼光毋是放伫讲。啊，未来会发生什么代志？咱的眼光应该是放伫讲，现在我要做什么代志？要做什么代志？也即，当咱沿着这个末世的边缘，咱在行的时阵，咱要做什么代志？就是谨慎安怎自守。啊，这谨慎自守。在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13节，佫有安尼讲着吼，咱做伙来读这个经节来请，爱塑成恁心中的腰，警醒自守，专心仰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阵所带来予恁的恩。这个所在在讲的，就是讲，咱在听候这个末世，咱在听候主过来。上重要的准备，毋是准备食物，啊，嘛毋是紧去保险，嘛毋是讲啊，末世避难所紧来起一间啊。伊讲上重要的是做啥物代志，塑成恁心中的腰。所以第一个爱顾的吼，啊，毋是顾身体，是顾咱的啊，顾咱的心。毋是食物，毋是徛大个所在，爱顾咱个心，因为一生个果效拢是对心内面发出来。啊，美国第三任个总统吼，啊 ，Thomas Jefferson 吼，啊，伊讲啊，一句话伊讲啊，宗教信仰是上省钱个国防，因为上帝在保守第一道关，即、這个。这一道关呢，就是人的心。啊，伫遮伊要表达的，就是讲，啊，人的心有上帝在保守，佮袂乱，佮袂偏差，就是上安全的。咱咧讲啊，国防所重心防哈。啊，准讲即个心防，若要顾好，即个国防佮无济啊呐。于是，啊，所以。咱伫台湾有做过兵的人，咱拢知吼，拜四迄天叫做什么日？举光日。啊，伊在训练咱阿兵哥军队
训练哪一房？心房哈、哦。啊，伫这个所在，咱搁来看，同款今仔日一个人伊的心有上帝做伊的主，做伊的主，上伊的心搁被上帝来约束。啊，伊就是安怎塑造心中的影。也即咱伫即个所在，咱一直在想讲防范敌基督，封闭即个敌基督。啊，咱上需要封闭的是甚物啦？咱上需要封闭的是甚物啦？你看迄伊个册店的册底讲到敌基督的是，互你看到的就是封闭甚物苏联啊、俄罗斯啊、中国啦、啊。啊，拢，互你感觉就是迄，就是迄。但是咱也注意看圣经哦，咱发现封闭伫基督，上需要封闭的毋是别人，是咱家己。圣经第一个伫基督，就是魔鬼撒旦。撒旦伊是第一个改变上帝的话，总是。敢有要相信这个异端的话的一个关键，无在伫魔鬼撒旦。敢有予异端拖去的，毋是魔鬼撒旦在决定，是谁在决定？咱家己的心在决定。咱来看这个。第一个异端所讲的话，就是魔鬼所讲的话。咱看创世纪第三章吼，第一节，咱看吼，迄个时阵啊，魔鬼对啊夏娃讲啊，上帝敢真正讲无准恁食园中所有树顶的果子吗？伫遮咱看到魔鬼这异端伊在改上帝的话哦，上帝讲恁袂使食，对唔对？上帝本底是一个肯定的否定句，甲伊讲恁袂使食。啊，但是呢，魔鬼甲改做啦，疑问句，否定的疑问句，伊甲改。哦，伊在改上帝话，这个是异端的一个啊，SOP 标准流程，就是改上帝话。啊，过来。魔鬼佫第二遍讲话的时候，伊佫甲夏娃安尼讲：“恁一定袂死，因为上帝知影恁食的日子，目睭佫金，恁佫要亲像上帝安尼，会用知影善恶。”魔鬼第二遍讲话的时候，佫较大胆，伊将本地，伊敢讲疑问句嘛？啊，第二遍讲的时候，佫变成安怎？肯定。的一个否定句，上帝话是讲恁家一定会死，啊魔鬼甲改做啦，一定袂死，啊而且为着要让夏娃相信伊所讲的话，后边伊阁继续安怎加油添醋，予伊感觉这个否定句有合理化。让他感觉上帝给你唱播。这是在整个过程的里面，我们注意看，魔鬼没有催眠，没有施什么法术，在那里说，夏娃你相信我的话，他没跟他催眠。夏娃相信魔鬼的话的原因是因为他没塑造心中的影，啊，所以伊就相信这种改变上帝的话的话语，伊相信异端的话，啊，所以夏娃伊就犯罪。也即个检测，咱会使安尼讲吼，也即上可怕的敌基督，毋是伫咱的眼目看会到的人的代志。的使命，最可怕的敌基督是秘在咱心内某一个所在。
迄、那个所在吼，是咱无愿意和上帝约束的所在。啊，即咱的生命有对一个所在无愿意和上帝来约束，迄、那个所在个美伫基督底下。迄、那个所在是咱无愿意交出来，和上帝看到的所在。迄、那个所在是咱无法度接受圣经话语的所在。在基督就都覓在那個地方，在基督就是在那個地方一直在迫害我們的生命，他在那個地方點點靜靜，在那個地方一直把我們誤會，一直把我們敗壞，他在那個地方在使人我們，在影響我們，讓我們愛自己贏過愛上帝，他在那個地方讓我們一直在仰望更生，无仰望永生。伊伫迄个所在，予咱对上帝的话，咱会听；对伫上帝的话，咱会讲。但是呢，咱就是袂去做。啊，这伫基督阿弥伫迄个所在的时阵呢，伊会予咱睁眼说瞎话，伊予咱家己欺骗咱家己。所以啊，这。求上帝帮助在咱吼，互咱常常，互咱时时刻刻，佮亲像啊彼得所讲的即句话，束上咱心中的腰，警醒自守，专心仰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阵所带予咱的一个恩。即是咱三角起立，咱来唱回应的诗歌来回应。Yeah.
谢咱伫这个当中，咱来向咱的上帝回应祈祷。上帝的话，伫咱的生命的内面，咱把伊看作是活命的话，也正是街仔路人伫讲的话而已。咱伫这内面，咱搁一遍来想。家己对着上帝话有对一个所在，咱无要相信；对着上帝话有对一个所在，咱无愿意遵守。咱拢恳求上帝今仔日来洁净伫咱。的确，这真无简单做到。的确，咱想要做，咱却做袂到。咱伫迄个所在，伫遐伫滚脚。咱恳求上帝今仔日，予咱愿意作坦白来到上帝面头前。咱嘛承认咱家己的软弱，咱承认咱家己的无能。咱讲上帝啊，我做袂到，求你来改变伫我。予咱伫这内面，搁一遍得到逃棒，予咱搁一遍得到更新。也即，咱三家开嘴来向咱的上帝。来祈祷，予咱能坚信上帝的话，咱三个举嘴来祈祷，请。伊爿上帝，阮来到你的面头前，求你予阮看到阮家己的弥赛，求你予阮毋通将阮人看得伤悬，因为阮知影一代来一代搁过去，但是上帝。天父上帝，我伫这所在祈祷，求你予我看到家己的弥赛，予我知影，我家己实在无家己想的遐尼啊高，我人类的知识嘛实在有限，而且我的知识，我嘛发现嘛毋是永远的一个绝对的真理，我发觉这一直在变，一直在改。但是主啊，我看到你圣经的话语，阮也清当来，济济人在挑战，但是这个话语同款搁伫个。主啊，唯一无变的，就是你的话。主啊，我恳求你帮助我，予我坚心来信靠你的话语。虽然有一挂所在无明白，但是主啊。我用着信心来伫领受的时阵，求你予我信了有平安。主啊，伫这個当中，我嘛是对你的话语有当时啊，我会滚脚，我会伫迄个所在想要做做袂到。主啊，予我感觉真痛苦，我嘛恳求你帮助伫我，予我有信心做会得到。虽然有当时啊做无到跌倒。主啊，予阮无放弃着阮家己，阮阁继续来努力，阮阁继续来打拼。愿主你帮助，予阮啊人生的目标会用精神来自守，予阮塑成家己心中的腰，予阮伫未来的日子，予你愈看愈欢喜，予阮伫未来的日子，阮会用坦然见你的面。愿上帝的祝福，我安尼祈祷，奉个主耶稣圣尊名恳求，阿门。请坐。啊，咱三家今日来唱回应的诗歌。经过旷野，主创。
生命，永远是一面镜影。真理传播百倍受伤，世界在主做见证，做主见证，做主见证，无论倒去做坚定，教会运用对阮做起，所受灵魂那家己，阮的心心求主帮助，那久那在阮无限，阮的无限，阮的无限，有当充满通世间。咱三个来领受对上帝显灵的祝福。但愿赐平安的上帝，君羊的大牧者，我主耶稣，在各样的圣书顶面成全在恁，叫恁尊探伊的旨意，愿荣耀归在主，直到永永远远。阿门。请坐，默祷，愿上帝赐予咱大家。